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新时代大家好。咱今仔日拜二啊，咱甲王友用啊，王大哥吼、啊，咱阁继续咱用卡爱台湾的这个时间。咱王友用大哥吼、啊，讲用卡爱台湾，爱头一站就爱开始要去行，要去行的所在伫个对呢，讲伫个老松国小啦。迄老松国小吼、啊，老松国小也无进。无种松树啦，哦，老松公园没有看到松树啦，啊是讲安尼，咱今日哦，那恁来讲哦，要来迄落，要为老松遐开始行，放假你放假囡仔，对，哦，好，安尼咱就为遮开始就对了。好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哦，嘿，哦，咱又搁见面啦，啊，本来是在这个电台哦，嗯。到你阿扁参会的时候啦，啊，你邀请两一届，啊个第二届，我想啊。大家这本来是很简单，想讲啊，一届就解决了了啊，现在好，阿叔个随便给人家答应了，亲自答应。阿公哎，好，先讲，后来讲走路啦，啊，走路就是走路，哪能台湾内就讲跑步，咱讲个，单位讲没有啦，阿公讲跑步。走路就是欠人的钱，较紧在半暝啊绕跑的，唔得叫走路。啊对了。哎，就咱就讲吼，咱用脚爱台湾行，哎呀那。用卡爱台湾，用卡爱台湾就对了。啊，但是这个用卡台湾是咱这个主题，但是有人甲我讲哦，这个用环岛路跑吼，用啊你是要走几工啊？路跑不是，我不是走几工，我是要甲这个用这个走吼，啊用这个行，哦跑步这个物件吼，啊去台湾啊看到这个咱台湾的这一条风景，还是这古迹。还是这生态的，比如讲啊，看到荷花啊，看到什么物件啊，来这个介绍啊，所以我用讲叫做环岛，名叫做环岛跑步了哈。啊，所以我唔爱取一个名叫做文化看台湾啦。就用这个物件来话，但是直接用卡爱台湾啊，文化看台湾。哎对，啊所以我讲这名好唔好，我唔知道大家会使过来讨论啦哈。啊目前即摆来讲啊，那为什么那一度啊？台长讲老松，因为放假是我的故乡啊，啊老松吼是我的母校，啊就去母校的时候，所以我讲啊，人那只大哥去医生检查讲你们血糖过高，血压过高，三高了，胆固醇过高了，啊就想啊，人讲啊你爱运动啦，啊运动那边啦，啊不然老松。啊！我就厝在你边啊，路上啦。在路上我就去行。啊，行上，啊，看人你跑步，你知道？各走的，对，人走。啊，运动员走的，我那样，人那种安尼，跟那来恁在。人走的，一尾活量啊！结果你走的，啊，穿甲安尼，那敢那迄落狗安尼，啊对，啊酸掉啊，等等等安尼。先去看到一个走廊啦，啊，就暗，你知影？啊，就走，啊，就在遐走，啊，佫拄到一个吼。伊叫做心支，迄、那个就是讲，伊心脏装置。啊，迄落心脏装支架，心肌梗塞的怪啦。啊，所以我今日改，这個台长讲，叫做害羞呀。然后我讲大哥爷去做运动，讲啊，拍死安尼个，大家讲啊，拍死，啊就开始在伊个走廊啊，就安尼走来走去，走啊就，因为吼大哥嘛，所以这都讲，虽然讲。不要害羞，所以伊就一人讲讲，你免惊啦。嘿，甲你看就唔是讲伊就足敖啦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只要唔能看讲这个游泳大哥看起来比我较细身啦，伊当初嘛是迄落，敢那什么嘞吼？只要比我较细身啦，我比你较大身啦，嘿。啊，所以对我们拍摄，啊，所以就开始到你讲啊，来去运动。哎呦，更笑噶。好啊，我讲啊，搁一个。这个鼓励我这个严其中大哥啦吼，将来我看有机会吼，也是可以叫来讲个心路历程。哦，伊本来就是装支架，结果伊就是你行，伊看我讲买来叫伊遐去走，啊，伊就鼓励讲，啊，你免惊啦，我吼，我装支架吼，啊，我嘛安尼呢，啊，结果一届阮来去参加这路跑的时候，阮招伊去，然后伊人伊3公里、5公里。人伊嘛讲，哎，我完成了10公里了。所以这里讲，这运动啊，
茫我惊害羞。你呐，爱行出去。哎，你有迄个心啊，你的意志力爱坚强。嗯、欸，就是讲较忍耐咧，啊，走输人嘛无要紧，该完成就好啊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讲人诶，这个意，所以人讲路跑吼，啊个这个马拉松吼，要意志力的、耐力、意志力，啊，你就是完成啦。啊，今仔日讲，拄啊伊咧讲，我说讲啊，来讲者，所以我。将来有机会嘛，再请这严大哥来讲伊的心路历程，等于讲伊对一个心脏装支架，一直到尾啊，伊会使去走十公里，伊会使去做松山疗养院里块。松山因为神经病已经松山疗养院啦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伊对会使变做一个老。遐心理师啊！哦，好、哦，就表示讲，伊从伊家己的经验，吼、安怎伫个身体足歹中间，啊，透过这个运动，啊，身体用起来了后，啊，伊佫出来做迄落义工就对啦。对，哎，因为他变做遐心理，心理辅导员一样，对，人伊安尼去吼，我八界做进去啦，啊，伊哩遐，哎，我看，我那个迄落。精神上有有无拄好的人嘛是，大有可能。啊，像咱像我行行来看伊安尼，啊，规个拢听伊讲话啦。啊，听讲话人，你嘛讲啊足风趣，讲啊迄个啥，口才足好诶。哎，所以有时间，吼，就是。林刚，你著该介绍。啊，就伊要来无，咱是安讲啦，啊，无就爱叫伊写一个他的心路历程，咱来甲介绍，因为有一个。风云电台，不是风云电台，其实网络电台的台长叫做飞小鱼啊，哈，飞小鱼你应该知道，伊就是写一本叫做《跑步的人生光景》啦，就是伊去介绍每一个运动员，也各种的这个，比如讲有人是遭遇的啊，有的是就讲伊各个剩下三分之二，剩各三分之二的胃，哎呦，佮继续安尼佮走。啊！人伊走起来，还有介绍一堆事，吼、哦！这电台伊就介绍这啦。啊，所以咱这个电台，即卖是你甲台长讲的讲，咱、我们是不是跟人家也无同款？那就是介绍一个，咱去看到的。对。啊，我发现我好好是高进嘛。所以我就伊多哩发，加个人开讲，啊，我就去看下好嘛，因为大家安尼走，你讲我们来圣公，啊，我安尼今天走廊跑几圈，那、不是。没有什么意思，啊，就人讲啊看，后来讲高级，咱就去看这个学校了，啊，就怎说，咱去看这个学校。所以讲，拢上国小定义就是高级的一部分就对啦。哎，那伊是历史中百年名校啦。嗯，啊，所以运动吼，咱你们讲，今仔日害羞了，所以讲，啊，你走啊，运动有啥好处？运动是锻炼那个意志力的。啊，就讲咱嘛是啊，本来是讲啊，说招招工啊，嘛是有个耐力的，所以就是培养力的耐力啊，所以变做固然吼，按这运动跑步了哈，我起码应该是跑步，该跟正个跑步啊，也产生你达刚我达刚就安尼一条一条，所以我的生活就本来我的生活不是很正常，现在变成一种就规。较规律啦，较有讲暗时较早起工来就对啦，是毋是安尼讲？对，啊较早你会啉酒吗？会啊。啊，你会跋筊吗？袂，我袂跋筊。啊，啉酒啉到三更暝半。啊，除了吃喝嫖赌以外，没有别的嗜好。啊，即嘛在参加跑步运动了，伊感觉讲精神有较好，啊，就爱照起工来，该困就困，该食就食安尼。啊，大厝背水母来背水母安尼，唔通过毁灭咱的身体。这个台长，我讲用较早啉酒啊，阮家下骹吼，人讲放假上出名啥物件？啊，啥物？吃鳖嘛。系。哦，色情场所就开店，对。结果我阮家老卡吼，阮哥哥开医生馆，嗯，啊，讲话啊，伊到迄个徛边拢是十点吼，阮来关门，因就晚来啊，就徛啦。一家一直走来，我到你店，一直走来你店，看到熟识啦，他也不会拉我们。啊，伊甲讲，弟弟，你跟哥哥讲啦，十点啊，店内先禁了啦，啊，你要出去才可以。因他们要做生意的啦，哦，做行李，哎，暗哎呀，
拍一个暗号，甲你甲伊讲一下，安尼就对啦。哎，啊，结果有一间，我就是像，伊讲我有啉烧酒，我有啊，我啉烧酒转来，人啦吼，醉了。后来呢，人讲，放假吼，有徛壁，啊有莫壁，莫壁就啉酒。莫壁，好啦，徛壁就是迄个拉客的嘛。啊，莫壁即嘛。即嘛，唔过感情哦，甲你想当初的徛标，甲真的徛标完全完全无同款啦啦。即嘛，拢迄啰四啊六啊，拢来遐，拢清一色的。啊，这边呢，靠过这边迄啰，靠我代理过这边这个呢，啊，拢迄啰什么越南啊，吼，迄外籍新娘弟啊，这边在开地刀啊。啊，那迄边面呢，空顶路一边，即嘛嘛讲两岸关系的。跟就一边，就是拢。迄啰四啊六啊，迄啰伫底下吼，佫少年佫水，拢伫遐徛边。所以讲，咱台湾阿嬷已经徛袂着来食。对啦吼，啊，所以我一改酒字顶，啊，就莫边打来顶。莫边爱啉酒的，就是莫边，唔是迄啰梦神诶，讲莫边贵哦。啊，阵顶啊，啊，下家徛边咧。啊，我嘛唔知啦，应该他就一见我跋到多死人嘛。啊，伊就甲我看伊，啊，阮太太讲。你怎安怎回来？你知影？啊，阮太太人足好，讲奇怪，查某囡仔带你回来，伊无了，伊知，伊嘛知，伊是会个。啊哈，是在创啥个啦？啊，伊讲你怎安怎回来？你知影？我唔知影咧，我敢那啊知变毛毛，啊，敢那有人扛我起楼梯啊？讲那下骹楼骹徛边，甲你牵起来。啊，人也袂对，阮拢遐，大家拢知影。知影啦，知影，知影，拢知影这回事啦。恁某有甲你调意，无啦，阮读，阮读书的时阵哦，啊，我发生了，我的同学，我即摆咧讲放假吼，这是在放假的迄啰风俗民情啦。啊，阮家个本来就是这种，啊，阮读书小学就读老松，啊，顿啊，啊，阮老师带你去咧，啊，阮就爱去补习嘛，咱大家恶补，啊，就去补习了，啊，结果。阮同学一捉到，结果就去学迄个查某囡救，你知影？啊救入去了，就赶紧去老师因搭求救兵。啊结果那个迄、那个赚钱的迄关徛壁就救入了，就去叫警察来。啊警察就去内底查啦。结果迄咱讲三七来一关，就马上拍迄、那个保镖啦，保镖就拍迄、那个，伊就讲。乱人出，这囡仔你也伊就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后摆因也看到阮这在地这囡仔在地啥，都唔敢讲。较唔敢。啊，所以在地你也伊就知影，在地人家说，哎，好马不吃窝边草，因也会甲你叫。兔子不吃窝边草啦。啊，因也不爱插你。好马不吃回头草啦。啊，讲诶，啊，你逐工啊，你行那，因拢不爱插你，我讲爱就白了。咱出代志哦，啊，台北噶有村啊，伊若甲恁叫去，念伊警含警察局都有代志，讲这摧残幼苗。所以讲，咱放假哦，事实吼，咱放假是高声的，一户二六三放假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你会用卡的台湾找这个农商国小来起步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下一个节目，下一个阶段在对整个。经过来介绍这个农商国小，所以我意思讲，今仔日就讲害羞，讲惊，免惊啦，因为啊没有人家害你，不一定这个人会给你鼓励啦。所以你讲我看我惊惊人嘛，给你鼓励，讲啊你爱安那样，你爱行出来，所以才行出来。哦，这社会就讲人爱行出来，无你干就紧做嘛啦。天哪，像如果你遐大哥，其实人你即嘛你在讲。我嘛是呢，因为我足大颗，我唔敢去讲讲去早安晨跑。啊，我哦看到迄个查某矮矮啊、肥肥啊，安尼，规身骨拢敢那小相扑嘞，安尼吼。啊，你来遮安尼走，敢那足好耍的，人会甲我当作笑话。所以讲，我唔敢去走呢。啊，无啊，未走你就我拄啊叫你讲，我唔爱惊歹势。人讲啊，所以我拄啊甲你讲害羞。啊，所以有当你讲啊，歹听啊，迄间叫迄个。啊！早起来带顶完去，啊太太无甲你安奈哦，咱话摆在摆以前奇怪啦。哦，啊大家，其实讲起来你有遐足古锥的呢吼。哎，啊咱放假吼，咱放假过迄啰路上国小后壁就是北皮寮嘛。北皮寮过去以前啦，听着讲北皮寮哈，遐是毋是咧北人皮？北皮寮安尼哦。啊，北皮寮伊是就是。
较早咱人就是为了梅花、鹿啊啦，鹿啊啊，伊对这个迄落三峡啦吼，啊掠个车啊，伊就是北接皮咱。荷兰人要抵荷兰啦，西洋人就要抵咱这个鹿啊皮啦，所以端一下北起的鹿啊皮。第上重点是有一个黄氏啦，黄氏家族就是，起码迄间叫什么宫，那个开天宫啦，那就是黄氏的本来的老祖厝啦。啊，伊就是本来咧做木材嘛，所以他有一个木材的集散地。中国山啦，福山来个吃，还是都为淡水，为淡水遐安尼进来，福山来个遐嘛是爱在放个落来，爱只拖来这个北回来遐，茶你知影，茶壶就是安尼，啊伊个慢慢缩的用，浸个水来对，吼，啊伊个家己自然，袂使互伊讲过泡晒去茶会憋气的，怪怕，所以浸个水来对，会慢慢萎缩离起来对，啊所以这皮。就拿来这个北皮来吃，把这个树皮这北条原木捞出来了，这样啊，所以这剥皮料就是两种，一种是北鹿皮，北鹿皮，啊，所以动物皮啦，一个是北动物皮，啊，一个是北树皮，对啦，啊，拢底下咧集中处理处的，对啦，集中处理这的物件，啊，就底下，啊，再外销出去，外销就是为淡水这个船安尼，对，未去外国去安尼，啊，伊这个。所以尾啊吼，因为对茶真济，所以叫个都烧土炭啦，木材、木炭啦，什么啦，加啦一块啦，所以叫做尾啊，迄个所在专门拢转去做土炭，所以叫做迄个所在叫做土炭企业啦。哦，啊你他你以前细汉的时阵，你进嘛，咁咩五十几岁啊嘛？我要七十岁。哦，七十，好啦，六十几年前啦。Hello， 你唔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嘛？我唔是啦，你我唔是两千人啦。你中国籍的对啦，中国籍，中华民国籍的啦，我嘛是中华民国籍。对啊，就是你细汉的时阵底下佚佗，也佫有迄落烧土炭、北回迄落影子，也佫有印象滴个无？对，啊，就是伊就是只茶吼，啊，放入去迄落来啊烧嘛，啊烧烧了才摕出来，啊，大家就去遐买。木炭啦，咱讲土炭，袂使讲土炭，木炭，相思茶有关的，还是较定的茶来烧的。所以较早真侪，啊，无就是唔单单伊那迄个加啦，哦，啊，那入去啊，摕出来啊，就变一间迄个煤球啦。哦，迄个就是煤球，讲煤球的烟哦，会中毒嘛。对啊。啊，较早拢伫个巷仔底，然后大家拢伫遐咧煮饭啊，啊，大口罩拢煮饭的时阵，结果。人拢未健康嘛，未健康，啊，所以讲尾也唔得改掉。对。啊，尾啊，社会进步了，哦，有电锅啦，吼，过来有家属啦，吼，啊，即马就安尼，哦，一流的，人拢无看到灰分，唔免出灰分啊。对。哦，啊，咱的网咖的进步就是演变，甲今仔日你所看到的这个进步。对。因为遐细汉，我相信讲你细汉的时阵，迄个啊，网咖两三四嘛是你伫遐佚佗，伫遐底。是啊，我就是对遐大汉，我就住在那旁边了。啊，遐写的上出名，那是龙山寺吼，拆掉了。啊无啊，这较早哩啊，迄叫做人较早讲网咖俱乐部啦。嗯，内底就是拢查某囝啦。嗯。啊，头前就是啥物？头前迄个圆环嘛，圆环内底都牙齿啊，啊对对对对，目睭睭啊，啊内底是迄落蚵仔煎啊，有啥有遐巷仔来行入去，报道你行入去遐内底都拢迄落报道你个进户啦，啊这种感官，啊一入去啊，大家为着要行方便咯，会行对遐个要去放假戏台啦，啊所以牙齿啊你这个所在，啊放假戏台，所以迄个是所在的生意啊放假戏台对面是。大关系拢无去啊啦，所以讲的东西已经不存在，无存在。因为咱台湾到这个六七十年来吼，这个中国人统治着了，咱有过去的记忆吼，伊拢要较紧给你毁灭掉嘛。啊，像讲万家车头上水的啊，你感觉万家车头伊早偌水呢？要未给伊给弄掉、焊掉了？迄落以前遐，我都捌看到万家车头，因为我四十几年。我迄落唔是四十几年啊，我四十几年出世的啦吼。我四十几年前，我就来板桥，我就捌坐车到万家车头。迄个日本式的，了啊，
特别加迄个台中火车头。下礼拜吼，咱来介绍，我有迄相片，我切出来。好好。我下礼拜就开始会来介绍这个漫画车头。好。所以我意思讲，咱这个用卡的台湾都是安尼，因为这个一处一个触媒作用，就是讲咱你照啊，为什么爱去照啊？为什么去了解这？就是讲叫触媒作用。嗯啊来参行，我走，无我你家己讲啊，一个人在跑步，嗯，啊无感觉足单调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讲国国在，那会都少少嘞，几大丁人，好、哦，啊所以这个叫做一位啊有当，哎个拄啊个台长讲哦，尽量因为拄啊开始嘛，还没有收集到外靠这资料的时候，咱大部分最近的前几期哦，咱拢重点拢放咧网架啦，是是是，啊所以因为我走就是。因为你走袂使干呐，在一个环境内底。对啊对啊，咱走嘛爱过去迄落江仔嘴，也是过去宝鸡，也是过去对岸的新店，也是对岸嘛爱安尼。现在触媒作用，就触媒作用。所以我是讲，用卡走台湾的时阵，节目吼，咱是对故乡开始。对对对。诶，这前半段那些的公姐讲啊，这害羞啊，害羞公姐这个哦，那就好莫害羞，讲遐大张遐大哭。啊！你著加减去行，哎，唔免咁样害羞。对啊，啊，下半段咱就再讲，我带你去的所在，我的触媒启发点，启蒙地，哦，诺雄，啊，再来讲，啊，这诺雄就盖下去。哎，下半段咱就。好啊，咱今晚咱就，和咱诶游泳大哥休困者，咱等下念咪到个倒转来，要来讲这个。这个介绍老诺雄国小哈，没有松树的老松国小了哈。